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又到了阿管哈拉聊天的时间啦。今天是二年十二月五号，今天跑去打篮球哦，所以我现在脚有点酸。这样，我首先跟大家讲啊，流量我就给一次哦。接下来请吴医生要加油，自我发挥哦。很多人会觉得馆长哦，哇，馆长你的内心怎么那么强？ 其实这不是抢啦、啊，这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而来的哦、呃，而来的一种历练哦。而且我也很熟悉每一个人发文的想法，每一个人为什么要怼我的想法，因为当初嘛，我也是帮民进党说尽好话的一个一个一个一個一个 F B 哦、呃，一个 Y T，直到说到怎么样，说尽好话，说到怎么样。 说到说到我的，我说到我的 FB 被封锁了，被禁言二十一天，回来救回来的时候呢，救回来的时候呢，就没救了，已经没救了。以前我也是很偏激的一个人，说实在话，所以其实他们现在骂我，我可以谅解他们的他们的内心。执政党嘛，哦，民主制步民主进步党嘛，台独嘛，台湾价值嘛。 那加上，其实做 YT 的或是做网红的，其实大家基本上经济条件都不错。但是他们跟我不一样，是说，因为我长期在做政论嘛，我也支持他们。一九年我也拱了蛮多立委，而且那时候我是那时候我做节目比较偏呐、啊。哦、呃，如果你面有国民党的朋友或是民众党的朋友，大家都知道我早期一九年很偏激。 其实真的很偏激哦！我现在回想回想哦，当一个网红不能那么偏激，你要永远站在中间，甚至站在跟政府的对立面，因为你不能跟政府站在一起嘛。就算你拱他上去的，你也不适合跟政府站在一起。这样，这样所有的人会认为说，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多人，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人，我可以了解他们的想法。 他们支持国民党没有错，他们并不是讨厌拉管。他们只是觉得馆长为什么要帮政府？我们讲我们讲早期的事情了哦，我们讲早期的事情，所以所以那时候就是说那时候比较偏激，就是说民进党人来啊做节目啊，我都往死里挺，都希望大家把票投给这些立委，那之后也称心如意了嘛。 民进党整个过半，哎、欸，我今天不是说这个东西是我阿管的功劳，并不是啦，只是当下的社会氛围，抗中保台，香港事件，会让我们，然后有那种年轻人跟老年人那种对立。我现在想一想哦，真的，当你政治做越久，你会觉得真的很傻，所以我后悔了哦，我也承诺未来在做。 这种政论，或者说在讲政治，我们就尽量讲讲讲偏重，我也不再去站在任何一个党派的身后。做人要懂得自我检讨嘛，所以我今天就自我检讨嘛，我今天就自我检讨给各位看，我先自我检讨我自己嘛。那其实人没有后悔药可以吃，就像说各位你票投给谁一样，那或者说在网络上面你要公开支持哪一个政党。 这个其实都是哦，每一个人自己的价值观，每一个人自己的价值观呢、啊。你不能说现在你不能返回来说，像你刚刚讲的嘛，什么律师啊、牙医啊这些侧翼，或者说像昨天那个吴医生，或者说像像鸡排妹，哦，像未来也许更多了，因为不好意思，民进党网红太多了哦，太小咖的我就不认识。 你不能说他们这在这些人骂我是错的，他们只是在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。哦，但是我讲我自己啦，我不要讲他们啦，我自己啦哦。我一九年民进党大喜，之后二零年开始就职，然后不巧的是我二零年也中枪嘛，大家都知道但是一九年到二零年这一段哦，是可以说台湾有史以来。 政治最狂热的一年，怎么说呢？政治最狂热的一年，大家回想一下，从一八年韩国韩韩韩风起来的，然后很多韩粉直播主，然后很多 YouTube、很多 YT、很多网红参战，一直到他当完市长，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？霸喊。 高潮一波接一波，大家记不记得霸韩？霸韩那时候也是，哇，也是搞得很大，然后高雄还游行。那时候真的捧了不少年轻的一辈，也让不少政党红起来。比如讲说我讲几个几个人，比如讲说 Thank you，激进党整个红起来，霸韩大将嘛。比如讲说这些民进党这些比较年轻一辈的网红啦。 哦，好几个，我就不讲他们名字了。那时候算是说，大家觉得我是在为台湾人做事，这些网红也是认为我是在替台湾人做事，包含馆长自己认为我没有错，我是我是在替台湾人做事，一厢情愿嘛，一厢情愿嘛，自行脑补嘛，人就是这样嘛。可是后来你冷静下来，其实你在伤害人。 都不是这些政治人物，我跟各位兄弟姐妹啦，各位叔叔伯伯啦，阿姨啦，哦，各位姐姐，年纪比我大的大姐大妈，那时候其实制造的并不是我们跟政治人物的隔阂，最终造成的怎么样？造成的只是哦，我讲我自己，我自己就好，我觉得很划不来，就是是我造成了我跟民众之间的不愉快，你。 因为人家不会去恨政治人物嘛，因为政治人物本来就是一个大家骂来骂去的东西。但是旁边的这些支持者，比如讲说，你们现在俗称的，那时候还没有侧翼这个想这个讲法，那那时候其实我也算侧翼啊。其实从早前早年，你看到林北，就会认为我是个侧翼，所以想当然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说馆长拿了蔡英文的钱。我觉得，我觉得也是正常人的观念。 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？啊，奇怪，这个政府真的做的不好啊！馆长，你为什么支持这个政府？那这个事实从什么时候开始出来？从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零年嘛，最高峰的时候之后开始冷下来的嘛。选举热情没了，政治热情没了，就冷下来之后，冷下来之后，我们当然会开始回顾一个东西，就是政府到底做了什么？哦，政府到底做了什么嘛？对不对？ 所以，其实我的支持者也知道，我后来选完了之后，我就全力的在盯民进党的事情。所以很多人误会了，他认为说馆长是最近才开始骂民进党，事实上就是从二零年啊，我就一直在逼民进党做一些事情。我的观众群都知道，就是说居住正义，还有司法正义，还有这些枪支、这些法条、杀人罪啦。 啊，杀人未遂罪啦，持有枪支啦，组织犯罪条例啦，黑帮犯罪等等这些事情，我几乎讲了两年，两年没有停过这件事情。我讲我自己啦我刚前面讲了嘛，我前面我觉得啊，大家支持民进党啊，投给他。可是现在我为什么讲这一句，就是说。 你们所有人可以去问这些骂我的人，他们肯定讲不出来。哦，大部分的回答是这样了，如下了哦。你可以问他们说：“那民进党答应的东西为什么都不做，也没有立什么对人民好的法条？”这时候他们，他们，你问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心虚，心虚之后就会回答你：“那难道要选国民党吗？”第一个答案，难道要选国民党吗？ 第二个既得利益者就是说他自己本身有房子，他会说房子本来就不能打，房子本来就不能打哦，这个是第二种说法，打经去就下跌嘛、哦。第三个就会跟你讲啊，国际情势哦，有没有？你只会听到这三个东西啊，国际情势啊，疫情影响啊，全世界都是如此。可是事实上，这三个东西就是一个美丽的谎言，就是一个绝佳的天然的一个废话屏障。我讲到都废话了。 他就是没有做嘛，哦，但是所有这些支持他的车艺，这些网红，永远不会回答这些答案，永远不会，永远不会回答这些答案。哦，就像就像我说，就像我说嘛，我说啊，他们这些 YT 哦，他们这些有的没有？一年不知道花多少标案在这，我也没有，我打地图炮，就有人不断的反复跟我讲说。 哦，是哦，你又侮辱我们谁拿钱哦。哦，这个东西我故意打一个地图炮，不然我问，我不想伤害一些朋友们了。不然为什么每次这些大型会场，这些一大堆上去表演的人，难道都是免费的吗？懂我意思吗？我不是说他们去表演是不对，人家总是要吃饭，他、啊、有没有发包，你们自己去查嘛。哦，那我讲了这么多，政府为什么不告我？对不对？你说我在诬赖政府。 政府就可以告我，啊，我们来法院见嘛，我会觉得更荣耀，我会觉得更荣耀一点哦。所以，所以很多事情是不能翻开台面上来说的，很多事情啊，翻开台面来说呢，它就会变成一个不存在的事情。我再讲一次，政治人物就是这样。 连有打电话都可以跟你讲没打电话了，隔天受不了又说又换一个讲法，说有了我有打了，但是就不是官长讲的这样，甚至就是像陈明文那通电话一样。其实你知道一件事情，你听到他们讲，当你把它讲出来了之后，他们说我没讲哦、喔，我们也没做、喔，所以这个就被罗生门，然后再加上一大堆网军出来洗地板，新闻出来帮忙，这件事情会很快让人遗忘哦。当然这个是。 旧的做法现在的做法，现在的做法，现在的人的做法，你再这样做真的没有用。我讲一个最直接的嘛，像大家应该都有看今天的新闻，新闻标题也下的实在是有够北蓝。新闻标题新闻标题下说我要告这个人，一下什么都没讲哦，他的标题就写说呃。 馆长告，哎、欸，馆长告人家说，人家说我是黑道，那当然嘛，他这个标题下的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所以下面大家可以看今天所有的新闻，下面今天非常夸张，百分之九十吧，九十趴哦，这种比例真的不太正常哦、呃。以现在社会的大家对民进党的怨言啊跟执政党怨言，今天的新闻下面，无论是东升。 无论是 ET，无论是三立民事，他们所有留言我都看了。我说我很喜欢看留言嘛，我就看他们怎么操作舆论的。今天大家可以去看，九十九十八都在骂我，九十八都在骂我，然后又做新的图了哦、呃，又说新又做新的图出来，新的图出来了，哦，新的图出来，哦。 就是我今天 PO 在我的这个 FB 上的这些图，这是他们最新做的，有两张图啦，我只我只抓到一张哦，就是说他们现在在网络上 PO 的是最新的，是算属于算这一张图，昨天做出来的啦，啊、哦，自从白兰那个，除了这张图之外，大家知道这张嘛，然后现在又做了这一张，这一张就是最近做的，哦，这样就是最近做的，就是最近做的，哦，就是最近做的。 对，就是最近做的。所以你看看他们现在全部人在做一件事情，然后包含着民进党在选举也做同样一件事情。昨天他们吴云龙要选的嘛，哦，这个选举是你们的事情啦、啊，我就不掺和了。大家可以在新闻上面看到他们彼此之间，那其实闹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今天话讲回来了，难道不是好事吗？ 在馆长还没有讲出这件事情事情之前，争论节目也好，其他的人也好，力度并没有那么大，有在讲了，力道没那么大。现在全国选举都在吵谁是黑道，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。我我站在我的立场啊，我觉得这对民来说，对民众来说是一件超级好事，因为你看到你看到这几天，这种馆长讲这件事情出来。 你看这几天，民进党跟国民党都互相指责对方才是黑道，而且互相在接对方国民党内有几个黑道，然后国民党在接民进党内有几个黑道，是不是一件很很好的事情？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？在以前，谁愿意去指责对方？因为大家都黑嘛。可是现在馆长的事情出来之后呢，所有人都在讨论对方哪边黑道比较多。 哦，就是在，其实我们用白话文说了，就是在比你，你比较脏，你一个礼拜没洗澡了啊，啊你一个月没洗澡了、啊哦，你好脏哦，我你也好，我我有多我,我哪有脏，你他妈一个月没洗澡，你才脏，呃，你也两个礼拜没洗澡了、啊，你比我脏，哦，就是听在我们这边就在说谁比较干净，谁比较脏，双边的、啊，当然这关我屁事哦，这这看在民众眼里，我觉得。 大家都在看笑话，看你们两党的笑话。我今天想问全台湾人哦，我这样做是为了我自己吗？对我有益吗？没有。我今天又收到风声了，我今天又收到风声了。哦，要给馆长死。每天我都收到风声，馆长你小心一点，我要弄死你。哎、嗯，啊，但是。 好了、啊，你要弄死我，赶快弄死我了，好不好？反正我也，我也，我也是人生吧。每天做那么辛苦，干你娘嘞！倒不如死一死，当一个英雄。我真的很累啊，每天都在那边呢、啊、看报表，他妈做生意真的很累哦，真的很累哦。反正我这个人呢，我也没差，我这个人讲真的啦。 哦，那如果我吃过子弹的，我还屌你他妈黑道，老子就明着照照过来写。黑道最可怕就是开枪杀死你嘛，威胁你嘛。啊、哦，我都真的就吃过子弹的，我也差点死掉了。啊，你又在威胁，你对一个你对一个身中数枪的人，从鬼门关走一遭的人，威胁说我不有力气？哦，那你可能不知道死是什么感觉，那你就再来吧。如果我的死可以唤醒整个台湾人的清醒。 我我是觉得你们这些车衣在做一件事情啊，是完全没有办法跟我比拟的。我在唤醒台湾人对政治的关心。无论你今天骂馆长也好，喜欢馆长也好，但是我成功引起一个话题，就是黑道本来在台湾就不应该存在，更是不应该在政党内存在。我这个是不是我做的事情？这几天是不是发酵？就是我做的事情，以全国人民。 来说，我是不是在帮你台湾人做事？是嘛？而且是用我的生命在唤醒台湾人对这件事情的关注。我今天有讲错吗？鸡排妹有受到威胁吗？这个林志群医师有受到威胁吗？这些民进党车议有半个会受到威胁吗？台湾黑吗？黑不黑？黑。国民党有黑道，民进党有黑道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都要把这些人都赶出去？ 我今天不是支持国民党哎、欸，我也不是支持民进党哎，我讲的是台湾政治是不是不应该有黑道？那黑道是不是应该都要抓去死？你你敢犯，你敢犯犯犯,犯这些违法犯纪的事情？我今天是跟大家强调这个。那这个东西到底本身对人民是不是好事？是好事。那既然今天我在做好事，我们再反过来讲，大家教大家讲逻辑嘛。我以前就可能就啊，你金我打个比较不好意思，金牌妹。 喂，我不好意思啊，鸡排妹，我我形容一下，我不是在骂你。我以前可能我的个性，好、哦、观众跟我讲，早年呐、啊，啊干你,你,你娘，鸡、哦排,欸、排妹，操你妈的破娃超鸡排，干你啊，我要玩 gay 哦，盖你娘，鸡排妹傻小，干来干去，干来干去。哎，鸡排妹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在形容，我不是在真的侮辱你。但是现在我听到这种事情，我是第一个无奈，第二个我们讲逻辑，第二个我们讲逻辑啦，逻辑啦，也就是说我今天。 不好意思啊，进来妹，我我只是在那个，我今天我只是跟大家讲说，我今天做这件事情，无论是你们怎么骂我，我还是要做，因为我觉得既然已经淘剃了、啊、嘛，淘碎了、啊、嘛，怎么该洗一半呢？你今天出来为人民出来，你就出来到底，但是有没有政治意图？没有。你要不要选？这是第一个。你国民明天要选立委吗？ 我不会选立委，我选立委，你他妈的叫我去，我马上吃大便给各位看、呃、我不是陈明文，我不会今天讲了什么，明天就忘记了，后天再又记起来了。二二二零一九年呐、啊，六月二十三号，在我还在上海道之前呐、啊，国民党、民进党、激进党一大堆党派，一大堆人都在臭馆长說，说馆长想做政治人物，馆长想选总统。 想要位置，至少选个立委。快四年了，三年过去了，我选了吗？今天你可以来不了解我的人，你可以来质疑我的动机，但是你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讲的就是我是不是真的最后我做了，我做了，我了我我,我做好了。 我做成功了，我也完全没有任何的利益，甚至还拿自己的钱去贴这个游戏，是吗？那现在我把我自己的枪伤案讲出来，中枪案讲出来，加上我这两年不断的说，你民进党答应人民的司法改革跟居住争议，满街都黑枪，我的粉丝也被刺死，我身为一个。 人呐、啊，要有要有良心跟理，跟要有良心。各位年轻人，各位台湾人，我今天一句话，做人是不是要有良心？我们是赚公共财的人嘛，所有网红都是赚公共财的人。今天如果你不替他们讲话，没有人会愿意买你的东西。你做工商，你的东西也卖不动，厂商之后也不会再来找你。 那为什么我们不为民发声呢？其实馆长跟政治人物一模一样。什么叫一模一样？政治人物常,常会说，他在选前的时候啦，人民是我的老板；选后呢，人民，我的干，你俩干他姑彩了。人民讲话，我的操你妈的，这位置本来就是我的，瞧什么瞧？哦，做网红也是一样。 你你你的你的你赚钱的你赚钱，你有名，你赚钱从哪里赚？从民众上面赚嘛？那你是不是要为民发声？你是不是要为人民讲话？人民是我们的老板嘛？我们的客户嘛？我们站在人民人民的面讲话，这样才是对的嘛？那我反问你们这些车业。 但是我知道你们永远不可能回答，或是永远都跳针。今天我阿管所讲的所有的事情，哪一个是为了我个人？哪一个是为了我的个人？就算我的枪击案也是一样。其实我自己知道抓不到人的啦。你抓不到人，好，我也没有责。毕竟我不是总统，我也不是内政部长，我什么都不是。 他后面的这个真的太太大了，我只能说，不然这样，你把这两条法修好，至少未来人民在被拿枪支恐吓，或是在被黑帮恐吓的时候，我们有两条重罪可以治他们，这个是不是？到现在很多人都说啊，馆长你是为了你自己啦，中枪之后没有人办呐，好，那所以呢，所以我叫政府赔我钱。 还是说你把人抓到叫他赔我钱？我朝夕道里讲述的是这个东西，我朝夕道里都在讲说，贵大你就把法律弄好吧，给人民一个安心，给治安恢复一个正常，好、哦、让治安更好。那鸡排妹也好啦，斯坦也好啦，或者说我不知道了，因为民进党网红太多了。我们今天诚心而论，也请大家去问问他们，难道你不希望？ 台湾治安变得更好吗？为什么都要阻挡我？为什么大家都要大家都要去讽刺我、念我？所以他们不关心治安呐、啊，废话，他们当然不关心。有是这么多的网红在讲事情，永远站在政治面去替自己的党派做辩护，有哪一个是站在人民面去骂这两个党的？很少，朱学恒他会骂。 我会骂，还有一些政治名嘴会骂。那你说网红吗？车毅吗？会骂吗？他就叫车毅人。我们今天只是讲逻辑、讲理论、讲道理。我今天，我们只是帮人民讲出应该讲的话。就算我当年是黑道，我混过，我还是坚持。 要办反黑游行，我还是坚持，请政府赶快过这些案。那如果我是黑道，我为什么要拿石头砸我的脚嘛？所以为什么这些网红他在阻止我们上街头？其实今天你可以看到新闻，或者说为什么现在把我打成一个黑道？其实很简单，他们并不希望，就像当年六二三呐，他一样这样打我啊，一样说我那时候换国民党打我了，说我是一个黑道分子，有没有？大家记不记得？ 说我有那么多前科，然后那时候一大堆韩粉直播组都在说，我以前做龙膜啊，我以前做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啊，就是他们又在打馆长是一个不可信的人，年轻人，还有你们这些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家，千万不要相信他管，不要跟他上去开道六二三的时候，在一九年的时候就发生一次，之后呢办的非常好，大家还是出来了。然而三年后的今天，三年多了啦。 已经三年了嘛，一九二零二一二二嘛，三年前发生的事情嘛，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三呐，已经快四年了啦，明年都要到四年。我们上街头，我们的诉求，为什么现在他们所有人还在做跟国民党一样的事情？然后为什么我现在觉得一派轻松？因为你们在做这些事情，只是间接的跟人民说，你看。 你们这些人在下面留言，这些网军留言、车迷留言，包含奇怪呢、欸。你们这么关心政治，为什么不去好好的去督促、督促、督促督促执政党？为什么都要骂一个他既没有他既不领政府的薪水，也没有任何的党工资？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大力量 K 我呢？因为他们不希望明年我带领人民上街头。 因为这会造成一个他们无法控制，这种东西是民调没有办法调出来的。他的，你上一次街头那个感动啊，真的会让你记一辈子。就像现在我心里面，像聊天室里有去过六二三的，我们都有一份感动，而且叫做什么革命情感。也就是说，大家认同你，你上街了，哇，这馆长这个人就不是他在办第二次又起来了，哦，这个这很可怕呢，这很可怕呢、欸。 讲难听一点，国民进党的民意代表都做不到的事情，民进党那么多立委都做不到的事情，国民两党,党做不到的事情，他又做到一次，那这会产生什么？他能左右大选，他们就不想要让他们的大选呢，被我的游行整个搞到乱去。我这个如果办起来又成功了，那二四他们怎么选？立委选举、总统大选呢、欸？那个讲难听一点。 这个是最大的利益耶，管中央、管立委、管立法权、管中央的，哎、欸，他妈的嘞！大家想象一下，教育部，我操，教育部管全，教育部、体育部、教育部体育署，我操，盖林尼亚的监察院、警政、经济、司法，哇，这多大权力呀、啊！全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这个为什么大家都要动？大家都要拼总统？ 所以我还是跟各位讲，今天我出来做八年了，我这个人呐、啊，坦荡荡，而且非常的，应该说白痴嘛，哎、欸，白痴，所以我被告很多次嘛，人家说久病成良医嘛，哎、欸，谢谢阿、啊、肯的抖内六六六六六六六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哇，不要懂那么多啊，兄弟，你懂那个我都看到这个红字都软脚，所以其实我们并不需要。 去对这些人生气，这些人其实到最后，他们还是会乖乖的回到我们的身边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民意就是最大的。那为什么人家棒打出头鸟嘛？我懒叫那么大，不打我打谁？最近从民进党选完了最大的公势、最大的主流的数据、最大的舆论权都被馆长弄走了，所以国民党。 也、yeah, 在争论节目，每个都拿我的事情在电民进党。那民进党呢，又没有人敢来找我。等下我又把它讲出来。我又不为金钱所动。那人呢，后面这个人呢，又抓不到。那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。那那我知道，他们只能用啊，算了啦，老招式啦，虽然馆长是老朋友，还是让他们这些人来对付我。 所以自然而然，你不能说这些人讲的话是什么什么，你也必须要尊重舆论。我现在就把自己当一个政治人物，虽然我不是，我还是想回头来追寻这些人对阿管的支持。我们可以一起，过多的互相互相骂来骂去，并不会对人民造成很好的福祉。 你骂完了，人民呢？没房住的没房住，黑道嚣张还是嚣张？去他妈的找个工作，还被诈骗集团压走一样被压走，社会一样一团乱，经济一样烂的跟死一样，年轻人一样没有地方住，没有未来。我们做人不可以只看自己嘛？我曾经讲，我赚的钱是公共财，大家大家生活的越舒服，馆长赚的钱越多。但是他们并不会这样想，因为他们的群众。 第一个不多啦，跟我比的话，真的不多啦。但是至少它是一个小圈圈嘛。他为了维护他仅存的观众，所以他一定要一定要骂给他的观众群听，不骂不行。有时候不是因为他们讨厌馆长，其实你说鸡排妹，他有送东西给我，我也有帮他拿出来给大家，请大家支持鸡排妹。这个鸡排妹的飞机杯。 这鸡排妹的什么东西？他好像拿了好几个东西给我。我也从来不对鸡排妹恶言相向，从来没有过。包含着昨天的那个，感那到底叫什么吴什么代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医生，女医生，我也从来没有在害他们，我都在帮他们。当然，他们今天为了自己的群众利益啊，我们讲群众利益啊，不是为有没有为了钱？这大家自己去想象。也就是说啊，他的观众群他要顾住嘛。 他一定得骂嘛，所以说我还是一句话，如果骂我可以让你赚更多的钱，让你的观众留住没有关系。馆长被骂少不了一块肉，我也不会很生气，但是不要污蔑我就好了。你可以像啊，馆长就是黑道嘛。我、哦、再一句话，这我告不成，我自己都讲过我混过，但是请你不要把屎呢跟尿泼在我身边的人，他们是无辜的。我身边的员工。 就像各位一样，每天每天就是上班、下班、上班、下班。我身边的员工都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大家都在工作，做的是一份正正当当的工作，也每个人时间到了就缴税，跟那些黑道不一样。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对新闻真的是很悲哀？新闻就去头去尾嘛啊、哦，呃。 呃，谁谁谁说馆长黑道，馆长要告他。哦、oh. 啊，那新闻下面当然嘛，一堆网军就趁势而入。馆长你自己说你是黑道，要告别人，而重点就不是嘛。昨天晚上我都讲得很清楚，重点是不是说你今天你说我是黑道，我一个人没关系。你说我的公司，公司不行嘛？公司有公司有股东，公司有员工要吃饭，公司有三百多个人，你指的是谁？公司有盈利。 要赚钱、要缴房租的、要养家活口的人这么多，你不这些你要泼死泼我个人就好，我没有意见。就好像吴小姐，就好像我不知道这么多车意，我骂你的时候我都会骂你嘛，我不会我不会骂到你妹妹、你老婆、你小孩，甚至你的员工、替你在上班的助理，我我不会这样骂人吧？做人要有道德嘛，吵架也要有个底线嘛。 人家说出来混出来混的，以前这样一句话，祸害不及家人嘛。那一样这句话，你们可不可以听在心里？祸害不及员工嘛。我的员工他搞不好也有支持民进党的，也有支持国民党的。我也从来不要求我的员工要投给谁。真的，你们可以去问我的企业，我的我的政治，我我我员工从来不参与。人家就是每天跟各位一样，每天辛辛苦苦的上班跟下班。 所以你今天当你讲到我公司的时候，当你讲到我员工有前科的时候，说我是个黑道公司的时候，这就这就跟我个人，这不影响我个人而已，这不单单影响我个人哦。我跟你们报告，还影响到来工作的员工，还有来参加成吉思汗的所有的会员跟客人，都影响到了嘛？大家也会对我开始产生质疑嘛？教练也要吃饭吧？员工也要吃饭吧？他们没有惹你吧？ 就像我在骂我跟健身工的老板吵架，我从来不会去骂建工的员工。我也跟大家讲，你住进有建工你就去，教练觉得不错就买课。我是不是从公司大家讲，我只会跟老板 PK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去嘴他们底下的教练啊，业务或者说身边的员工，我不会去骂他的员工嘛。因为我在疫情期间，我也甚至是替。 建工讲话，A 这个补助要补，所有这这个补助政府赶快补助，人家大家都是员工，大家都要吃饭，这就叫做哦，你要针对你针对人就好，你不要针对人家的家人跟员工，这是不道德的，因为人家没惹你嘛。我今天讲这些是不是是不是有道理？但是你今天你，你今天你，你今天你,你,今天你来跟我讲。 我就觉得非常夸张。包含的新闻今天又做一篇说，馆长说三分之一的年轻人都混黑道。我那天明明讲的是，大家都看我直播，我说大家小时候台湾人嘛，三分，我就说三分之一年轻人一定都知道，哪一个小时候不是在呛自己什么帮什么派的，打来打去的时候，啊，台湾人那个尿性，遇到事情在路上就要你不要走，我打电话叫人。我说，而且我说很多台湾年轻人小时候就这样打来打去，呛来呛去。我认识谁？我什么帮的？ 然后长大了之后当兵回来，大家都跑去上班，修咖啡，就神经病。那个、小时候的事情，我讲的是这样。结果他摆到我说：“哦，馆长说年轻人三分之一都在混兄弟，所以这种东西我也不，我也不再解释。哦、呃，我也不再解释。哎，我也，我也，我也不再解释了，因为他们，他们要黑呢，他们要黑呢，这个东西我都没意见。哦。” 所以就是说，其实我在讲很多事情是非常有道理，不然今天不会有那么多人看我，这是重点，浏览率也不会这么高，这也是重点，真的不是重点。哎、欸，那这个只是一个玩笑话，就是我那天随便讲了一个玩笑话啊，大家年轻的时候不是在剥甘桃吗播什么？Boss, 我是不是这样以这样开场嘛？然后最后我也说啊，大家。 退伍回来，大家都嘛在上班，所以你说台湾混的多不多？大家都嘛很了解，卖砖啊。哦，那新闻就变成说啊，我在讲大家都混混黑帮哦，那我也没有意见。如果啦，如果啦，我我现在在跟所有的网军、车意、所有的民进党人讲，如果打阿管可以让治安变得更好，你尽量打没关系。如果打阿管， 可以让黑枪不要这么泛滥，你尽量打我没关系，我愿意嘛。顶多被大家念一念，大家把大笑，把我当笑话看好，自然会更好。年轻人开始有房住了，我都在乱讲话。年轻人哪会没房住？年轻人都有，我们国家帮他补贴，每一家都有，每一个都有，地方都有公公宅。我们答应的，我们囤房税也下去了，我们一平现在降到降到多少钱？我们现在司法很严格。 杀人者判死刑，我们就马上执行，不是可教化了，哦，那我们黑枪也没了。馆长你在讲什么？如果，但事实上是你们这些人绕来绕去，绕来绕去，你不肯面对现实嘛？你们都不肯面对现实嘛？你们没有人会面对现实嘛？没有人面对现实，就是面对我讲的这个部分嘛。台湾治安，台湾的司法真的烂到一个。 黄国章在我节目就讲了，法官怎么贪污的，民进党怎么护航的，不是吗？不是事实吗？不是事实？黄国章早就被告烂了，他还说，哦，他还被告哎、欸，还都赢哎、欸，这个就是台湾悲哀的地方嘛。我们的节目，我们就摆在那里，事实都放在上面。很多侧翼跟网红说，黄国章都在乱讲话，黄国章沦为馆长的打手。 今天我们有一说一啦，哦，一样嘛，那句话嘛，有椅子绝对不坐桌子嘛，有脸的绝对不戴面具嘛。今天就是讲事实，就是跟大家讲说，难道我们那天开节目，现在已经八十几万人浏览了？难道我们说里面说的东西是不对的吗？或者说，难道我们里面说的东西真的是一个馆长沦为馆长的打手？ 就都要以讹传讹嘛，就像刑事局跟我讲的，以讹传讹嘛，就后来又自己说啊，对，就是没抓到后面的人，所以很多事情在这个社会上，如果你单只看网军，单只看新闻，是对的吗？看得出事实真相吗？所以很简单的事，哦。 我在这边反倒是我要劝各位，我要劝各位网红啦，劝各位侧翼啦，应该大家跟馆长一起哦、喔，来监督这个政府，大家一起哦、喔，逼迫政府给我们哦、喔，台湾人一个美好的未来，无论是年轻人、中年人、老人，这样才是对的。